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姚志明，你选的这条路不行。我看导航还有另外一条路，虽然远一点，但是蛮平坦的，走那条路吧。都开了一年多了，你现在才说，这条路是最优之选了。开了一年多了，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？ 一开始也没问我，你能不能开慢点？你这开的我都要吐了。麦小文，失恋就失恋，找我茬干什么？我开的还不够慢吗？姚志明，我们就事论事，你提我失恋做什么？你明明就是车技不行嘛。我车技不好，你车技好，你来开。没问题啊，你把车靠旁边，我来开。 哎呀，你们这对小冤家，奶奶给你们去报开放麦，去说脱口秀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要，我还不要嘞。你还不要嘞？我曼城欢，我就算有一天我组队去说脱口秀，我也不可能叫上你的，我根本看不上你这样的。组队脱口秀，组队去脱口秀是吧？看不上我，看上邢家亮，那家人看不上你怎么办？ 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学我是吧？你在嘲笑我对吗？而且我们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，你又提邢家亮干什么？你脑子是有毛病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脑子有问题啊？你再说一遍。邢家亮。你再说一遍。邢家亮。嗯。哦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我们出来玩，吵什么？好的，奶奶，那我跟陈欢道个歉吧。嗯。陈欢，刚才。 起来！奶奶，你看到他吗？他给我的道歉的表情了吗？他不是真心的道歉的。哦，什么？奶奶，你别听他乱说，我刚很真诚的道歉，别造谣我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死都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。没品，没品。